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又是超级无敌好天气。刚好有个台风要来，所以这几天天气都非常好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台北的霸将团，也就是昆明霸将。那已经暌违28年，今天终于要复出了，非常的期待。那这个霸将团是由城隍爷的之后呢，才慢慢成立了台北霸将团。然后在城隍庙前面有盖一座八将团的庙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灵安社等八将团到来吧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时间2:50，我们现在抵达台北灵安社前面的门口。八将刚刚拜完灵安社之后，就会陆续坐车前往其他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台北的望和宫，那这边保安社他们有出他们的神将来迎接。
下来我们来到清新垃圾，这边有一对蟹饭的街角。现在我们人来到大道城的慈圣宫妈祖庙，那这边也是有非常多民众也等着八将团到来。来，再后面一点，再后面一点，来。那个不够广的没有用。那我现在人在霞海城隍庙这边，这边就是发将团等一下拜庙的倒数第二站，那这边也是一大看点之一。那这边拜完霞海城隍庙之后，就会回到发将庙那边进行喊班的活动。喊班结束之后呢，就会结束今天的行程了。行了啊！啊，今天哦啊，八将合尊哦，万万成功哦啊，请五位老万岁啊，点八将哦啊，已经拢万万进来哦，全部拢万万哦啊啊，主公兵部，文明海成功兵部，文明八将员啊。啊，这真的少年呢，今仔日哦，真正的富春哦，啊，老爷也有看的哦，啊，保佑哦，大家平安哦，总将军，平安，那以上就是台北八将团的拜馆绕境活动。那我们也拍到了6点多，今天拍了快4个小时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一下哦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